朋友也给我们的肉身邯郸热情的掌声支持。再次提醒现场乡亲好朋友，在你寻找最佳的欣赏位置同时，千万不要进入高空烟火的管制区，请大家不要进入高空烟火的管制区。我们现在欢迎的是第六位肉身邯郸徐志扬。有的肉身邯郸徐志扬，这已经是第六位上轿的。